好，各位没有问题，我们就来请各位坐看看。第一个，农历十五夕阳西下，哎，那你逗我，农历十五月下，夕阳西下时间，知道月相，知道时间，问方位。再来，农历十五的月亮何时升起，何时落下？再来，下弦月高挂天上，就是在你的头顶附近的时候，请问你明暗方位如何？明暗方位如何？好。第一个，农历十五，夕阳西下，哎，牛底周远。来，老师，讲义上帮你画好那些的东西，就是我故意把太阳画的跟前面画的方向不一样，要告诉你太阳画哪里不重要。然后呢，你可以自己画，第一步画地球，画太阳，我讲义上帮你画好了。第二个，你要自己做，让地球会转。然后，十五的月亮在哪里？十五的月亮在哪里？然后。夕阳西下的时间，人在哪里叫夕阳西下？然后你就可以看方位，地球磁场看方位，看 A 牛底多位嘞 ，A 牛底多位。请问您农历十五夕阳西下 ，A 牛底多位嘞？停车站接问，帅哥美女，三十号，皇上。在哪里？东方地平线。东方地平线，为什么我感觉你们抄人家答案还不告诉我的？好，请坐。老师说，第一步，画地球，画太阳。我太阳故意画的方向跟刚才不一样，要告诉你太阳画哪里不重要。第二步，让地球会转。第三，好，画完了，基本动作做完。题目要求农历十五上下左右哪个月亮农历十五？右边。啊，中间叫做朔，放旁边叫做望。农历十五是望，放旁边。夕阳西下，时间、日地、人在哪里？上下左右，人在哪里叫做黄昏？上下左右，哪里都叫黄昏。上下左右哪里？下很好，左手边是白天，右手边是晚上。白天近晚上叫做黄昏。哎，牛底兜里，兜里是方位。老师说方位看什么？老师说方位看谁？地球自转，地球怎么转？由西向东转。所以哎，牛底兜里，东边。哎，牛底东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OK， 好，下一个，十五的月亮何时升何时落？老师说画地球画太阳，让地球会转，然后画农历十五。老师说问何时升起，何在那个小技巧，什么小技巧？连到地球写个 T， 顺着转动方向升起落下，所以你就画地球画太阳，讲义上画好了，让地球会转，然后找农历十五的月亮，然后连到地球写个 T。顺着转动方向就升起落下，停车站借问，请问农历十五的月亮何时升起，何时落下呢？何时升起，何时落下？可爱大帅哥大美女 ，Number One， 一号，何时升起，何时落下？你要画图才会了。但这也可以背的，你在乱弄，不是你在乱弄。答案不会，请坐。不会，请坐。黄昏升起，清晨落下。老师说，第一步画地球，画太阳。老师说，第二步让地球会转。然后题目要求要画。农历十五，十五在哪里？十五在哪里？上下左右哪边？右边。连到地球写个 T， 顺着转动方向，顺着转动方向升起落下，转动方向这样子转，所以升起落下，所以这时候升是什么时候？白天近晚上嘛，所以什么时候？黄昏。上面是晚上近白天，所以叫什么？清晨。所以黄昏升起，清晨落下。
所以满月是太阳下山就出来了，然后整晚都在天上，然后才会下去。为什么八月十五中秋节是赏月好时光？第一，当年以前农业时代，八月十五，八月的时候比较是农家比较没有在忙的时候，比较休闲的时候。然后呢，月亮可以从整晚都怎样看得见，所以又圆又大又整晚都看得到，所以是赏月的好时光。赏月的好时光，八月十五 ，OK。最后下弦月明暗方位，下弦月哪边亮哪边暗？画地球，画太阳，画下弦月，举头望明月，看方位，地球自转，哪边亮哪边暗，哪边亮哪边暗。停车站借问。二六，二十六，东明西暗，请坐。你最好是会啊。老师说，第一步画地球画太阳。老师说，第二步让地球会转。然后题目要求下弦月上下左右，哪里算下弦月？上下左右哪里下弦月？上，上吗？上。为什么是上？老师说，卡中间叫做朔，放旁边叫做望，转先到的叫做上弦，后到的叫做下弦，所以在上面。然后下弦月高挂天上，举头望明月，方位看谁？地球自转，地球由西向东转，所以哪边是亮？左边，东边是亮，所以下弦月东明西暗。上弦月、下弦月三个说法。农历上半个月叫做上弦月，下半个月叫做下弦月。第二个说法，上半夜看到的叫做上弦月，下半夜看到的叫做下弦月。下半夜就是十二点以后，五月十二点以后看到的叫下弦月。第三个说法，西明东暗的叫做上弦月，东明西暗的叫做下弦月。说法三你可以背起来，因为考试会考，会问你就背，不会写了。OK， 讲义上的知识快递也有说明，上弦月跟下弦月怎么看、怎么知道的，就自己欣赏一下。这是有关于问的问题。可以吗？有人有问题吗？没有。